谢谢你这么照顾我。你比多尔衮济民要好好看着他，别让他做傻事，害了自己的性命。月儿明白。好吧，还要来了，你回避吧。傅寒，温娘来了。大汗，大汗，大汗。好吧，海，你来了。是的，大汗，阿巴海来了。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多尔衮呐。大汗，你好好养病，不会有事的啊。不行了，大限已至。大汗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好好养病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我努尔好吃，征战一生，天未改，地未露，老天爷要我漂泊在外，连死死在外头。大汗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贝勒们都到齐了，正好当着他们的面宣布遗诏。多尔衮，好孩子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要跟你额娘说几句话。去吧。大汗，大汗，好吧，海，我对不起你们母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明白，多尔衮他做不了大汗，若他继了位，会天下大乱。不，他会丢了性命。你已经交代代善要他做辅政贝勒，等多尔衮长大之后就会交回政权。你是大汗，你说话怎么可以变卦呢？代善对付不了三德贝勒。不，阿巴海，为了大金，我骗了你们，我已将传位诏书交给了皇太极。不，是多尔衮，传位诏书在我这里，你看，传位诏书我都拿来了，我都拿来了。他已经答应我会好好的待你们。你糊涂啊，皇太极的话你也能相信吗？他骗你的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大汗。他不敢骗我。阿巴海，你告诉多尔衮要用心辅佐皇太极。不要这样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。大汗，你不要这样。大汗，大汗，对不起你了。
傅恨驾崩了。傅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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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抛下多尔衮就走了？傅恨，你为什么要叫我出去呀？傅恨，傅恨，多尔衮，别哭了，大事不好了。怎么了？你额娘要搞政变了。什么？什么政变？消息要把三大贝勒一网打尽。不会的，我额娘不会这么做的。你相信我，多尔衮，你额娘这么做是为了扶你上位。玉儿，傅恨临终前到底说了些什么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多尔衮，你想做大汗吗？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知道？说实话，我也想过，因为额娘一直叫我做大汗，说做大汗了就能娶你了。可是，如果要以兄弟的鲜血来换汗位的话，我绝不答应。现在箭在弦上，我姑父、二贝勒、三贝勒，还有所有和你额娘作对的人都要死，大清要内乱了。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多尔衮，只有你才能阻止大晋的分裂。我，如果你不想兄弟相残，听我的。天了，对，大汗归天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快进去吧。这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额娘，是谁在敲钟？禀大妃，是十四贝勒和玉格格在敲钟，弹琴。多尔衮，你做的什么事情？你实在是糊涂啊！额娘，我多尔衮，你知道吗？额娘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。现在可好？所有的事情都完了，完了！额娘，大妃，您这样做只会让大清造成内乱，会让大清走向末路的。为了多尔衮，请您停手吧。你这个狐狸精，是你撺掇多尔衮的。你是皇太极的奸细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杀了。住手！住手！多尔衮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维护着她？你会害死多尔衮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上！住！你们谁敢动玉儿一根汗毛？额娘，你要想杀了玉儿，
你就先杀了我。多尔衮，这个女人迟早会害死你的。不，玉儿不会害死我，也不会害了您。额娘，我不想做一个沾满亲人鲜血的大汗，我就希望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。额娘，阿济格，阿济格，皇太极他们呢？他们不肯进宫。这群不孝之子。额娘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傅寒怎么就突然归天了呢？刚才谁在敲钟弹琴？额娘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现在先把你傅寒的遗体运到圣京，其他的中后再说吧。归天了。傅寒有没有留下遗言？赶紧把你傅寒运回圣京，明天在崇政殿我会当众宣布大汗的遗命。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说？除非你心里有鬼。什么都别说，先送傅寒回圣京。阿玛，阿玛，喝茶。您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怎么想？听傅寒的遗命呗。什么大汗遗命？皇太极手里有大汗的继位诏书。这不可能，诏书在大妃手里。大妃当然不敢告诉您，是因为她怕告诉您之后皇太极也拿出诏书，到那个时候吃亏的还是她自己，所以谁都不敢拿出来，只能在暗地里拼。原来是这样，皇太极真的有继位诏书？那诏书怎么写？皇太极的继位诏书是改四大贝勒议政为八大贝勒议政。八大贝勒，除了你们四大贝勒之外，再加上我和阿济格、多尔衮、多铎。哼，这么说，你要跟我平起平坐了？你应该感到高兴吧？阿玛，可是皇太极也不肯啊！您想想，若真如此的话。多尔衮兄弟就占了三旗，到那个时候，您站在多尔衮那边，我是不是也得跟着您？再加上阿巴亥在幕后谋划，皇太极这汗位能坐得安稳吗？那我们为什么要帮皇太极，而不是帮多尔衮呢？阿玛，您真是糊涂啊！您想想，倘若多尔衮继位的话，只有您一人辅政，那其他的贝勒旗主怎么想？到那个时候，您会成为众矢之的。且不说把您怎么样，等多尔衮的汗位一旦坐稳之后，还有您什么事儿？阿巴亥那女人您又不是不了解，她对您好完全是利用您呐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阿玛，您英明一世，怎么关键时刻犯糊涂？你可千万不要被那个女人给蒙骗了，万万不可因小失大呀。放肆！你敢来教训你阿玛？还是不敢。孩儿之所以这么做，之所以放弃议政贝勒的位置，完全是为了您，为了我们这个家。孩儿希望阿玛看清形势，以大局为重。我答应过傅寒和大妃，如果这样做，岂不是言而无信吗？阿玛，这是皇太极的信，他答应四大贝勒议政的规矩不变，
您自己看看吧。现在大家势均力敌，谁也不敢把谁怎么样，这才是最好的结局。皇太极他有这么好心？阿玛，我希望您再考虑考虑。我是肯定支持皇太极的，还是先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您如果非得和阿巴亥共存亡，那孩儿只有大义灭亲了。你阿玛，任何人都不能改变阿巴亥殉葬的下场。殉葬？这个皇太极想得真周到啊！屠格，你想造反吗？我看想造反的是你吧。啊！来人，把他们武器下了。这走，慢。对了，我是奉大妃之命来维持秩序的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我们是奉四大贝勒的命令来维持秩序的。四大贝勒议政是大汗生前就定下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大汗现在归天了，就应该听大妃的。来人，阿济格图谋造反，把他绑了。这八哥，不好，他们去找额娘了，额娘危险，咱们快去救额娘。放肆，让开！十四贝勒，请您回去吧，不要为难我们。狗奴才，少废话，快让开！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贝勒跟大妃有话说。大汗生前有令，国舅非奉诏不得入京，现在私自进京，阿布泰你想干什么？阿敏，你敢乱来，我的人就会杀进圣京。动手。别打了！给我闪开！韩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急急忙忙来夺位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我看会遭天谴的是你这个女人。额娘，多尔衮，额娘，多尔衮，你看，都是你的无知造成了今天的后果。额娘，对不起。八哥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放了我额娘和我舅舅？来人，阿敏，不能伤了舅爷。皇太极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你要杀他，先杀了我。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来宣布遗命的。遗命？谁的遗命？大汗的遗命。大汗的遗命？对。这是大汗的遗命吗？
法汗，听旨。大飞阿巴亥，擅权谋政，留置孔为国乱，欲遗言于朱贝勒，此无忠，必令殉之。不。韩，你听到吗？你才走了一天，你看你这些狼胡子侄要怎样吞灭我。好了，别在这胡闹了，我没有闲工夫在这听你哭哭啼啼的。这不是真的，傅寒不可能留下这样的遗诏。八哥，你说这不是真的是不是？我也不希望是真的，但这是傅寒亲笔所写，由大贝勒保管的。丹善哥哥，你就这样报答我吗？大飞，事已至此，我也无能为力，请原谅我吧。呸！皇太极，我是必须要死吗？我也不想这样。我死无所谓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额娘，你不能死。什么条件？善待他们兄弟。好，我一定会善待他们。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替我们做主？别忘了，你现在的汗位还没有坐稳呢。大飞殉葬是傅寒的遗愿，我们做儿子的就算有万般无奈也不得不遵守。大家都知道傅寒生前多么的疼多尔衮，身为大金的贝勒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安慰他们，开导他们，善待他们，不能违背傅寒的遗愿，做出手足相残令人唾弃的丧尽天良之事。皇太极，难怪他们会推举你做大汗，我真是佩服你。你敢在你傅寒的灵前发毒誓吗？敢吗？好，我发誓。皇天厚土在上，傅寒英灵在望，我皇太极从今以后要阴阳多尔衮、多铎、阿济格三兄弟，要善待他们，护佑他们，绝不做欺凌之事，也绝不允许别人欺负他们，若有违事顿遭五雷轰顶。
我和您相守20多年，您对我的爱深似海，您对我的情比山高，您宠爱我，让我锦衣玉食，让我享尽一个女人所能享尽的荣华富贵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一个人独自活在这世上。往后这深宫我怎能熬得下去？我只是想多一点时间，等多尔衮长大，我安排好一切事物，我就来陪您。额娘，我不要你走。请大妃殉葬。额娘，我不要你走。你们那么着急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我阿巴亥即便是死，也要死得有尊严。皇太极，我可以跟我的儿子说句话吗？您请。额娘，孩子，额娘，孩子，不要哭，你要坚强，好好听你哥哥们的话，尤其是你八哥的话，好好的为大金效力，知道吗？额娘，父汗为什么会这么狠心，一定要让你抛下我们？多尔衮，多尔衮，你要节哀。孩子，额娘是自愿为你父汗殉葬的。还有啊，额娘和你父汗会在九泉之下保佑你。若是有人胆敢对你不利，我会没完没了的缠着他的。拉下去。额娘，额娘，额娘，孩子，你一定要坚强。走。送行，为大妃送行。额娘，额娘，
充好人了，快走吧！你还想不想当大汗了？额娘，十四弟，你要记住，还有很多事等着你承担。多多，你额娘不舍傅寒，追随去了。皇太极，用得着说得这么委婉吗？你就直接告诉他，这是大汗的遗命，让他额娘殉葬的。什么？殉葬？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？不管你信不信，傅寒生前就是这么定的遗诏。这不可能！我额娘一直陪在傅寒身边。他从来没跟我提过，这是遗命，你额娘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难道他亲口跟他儿子说，大汗是怎么怀疑他，和怎么不放心他的？我额娘有没有什么丑事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要是没什么丑事，大汗会说他失德，会无缘无故治他的罪吗？傅寒已召我额娘回身边了，我额娘是清白的。但是哥哥，这事你清楚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这是没有的事，你们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分明是有人想陷害我额娘！好了，别在这吵闹了，自己看看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大汗早就提防着你额娘，怕她驾崩之后你额娘会兴风作浪，这是提前拟好的诏书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傅寒，傅寒，你怎么会这么狠心呢？师弟，事已至此，你要结案。我们也不希望如此，我们大家都很痛心。你们来这儿干嘛？啊！这是傅寒的灵堂，傅寒尸骨未寒，你们就带着重兵来包围这里，你们是何居心？还不是你那亲哥哥阿济格，他想造反，带领镶黄旗围住王宫。我们身为议政贝勒，当然要维持秩序了。那是我额娘让他来的，他才是维护秩序。我们是来护驾的，大汗尸骨未寒，怎么能由着阿济格胡来？这小子野心撑破了天。居然想血洗大政殿，这不是造反吗？阿济格，阿济格，他人呢？压下去了。师弟，好了，皇太极，别啰嗦了，赶紧上朝吧，文臣武将都等着上朝呢。拿来，走，走啊！额娘，额娘，哥，现在没有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额娘到底怎么死的？大飞他的确是自愿追随大汗而去的，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额娘白疼你了，多多，你别怪你哥了，这是大汗的遗命，谁也不能阻止的。你们要知道，大飞是为了你们兄弟三个而死的。为我们？你们别怪大汗，他是为了你们，是为了大清的未来。我不相信，傅寒那么疼爱额娘，
他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不存在的未来去害我额娘？哥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朵朵，你就别喊了。确实是父汗让额娘殉葬的。额娘，你朵朵去哪儿？二哥，还犹豫什么？快点宣图啊！诸位，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：大飞阿巴亥冰天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大飞召集我们说大汗有遗命要宣布吗？怎么突然就冰天了呢？怎么突然死了呢？安静，诸位安静。这是大汗的遗诏。大汗百年之后，令大飞殉葬。大汗那么宠爱大飞，不应该呀。按照习俗，殉葬的妃子应该是没有子嗣的。大飞尚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抚养，大汗怎么会让他殉葬呢？对呀，怎么就殉葬了呢？就是。二哥，宣读遗诏。二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宣读啊！大飞，既然遗诏在此，就宣读吧。作为儿子，有些事我们也无法避讳，索性条明，不然大家还以为有什么蹊跷。遗诏。大飞阿巴汗心怀嫉妒，擅权谋政，刘芝恭维国乱，欲遗言与诸王四无中必令殉之。啊，这是大飞，你安心的去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的照顾多尔衮兄弟。哥，哥，哥，你快看，怎么了？我手上的墨迹。我也怀疑，所以我去找福贵公公。可我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服毒自尽了。哥，这事儿一定要蹊跷。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去找阿欢，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一定要保佑多尔衮他们平安无事。那大汗的遗命是什么？大飞冰天之前有没有交代呀？大汗有没有遗命？让谁继承汗位？阿欢，阿欢，阿欢，阿欢。已经断气了，阿欢也服毒了。先是福贵公公，然后是阿欢，这里面肯定是个阴谋。果然额娘是给他们害死的。
朵，朵朵，朵朵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额娘死了，我要替她报仇！你不要冲动，我们得有证据。证据？这不是证据吗？是他们修改了遗诏，或者说，干脆他们伪造了遗诏。能不能冷静一点？哥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啊？额娘白疼你了吗？额娘是被他们逼死的，额娘是被他们给逼死的。我知道，我不管，我要讨回公道，我要替额娘讨回公道。朵朵，你回来。哥，你没种我不怪你，但是你别拦着我。傅寒死了，额娘也死了，我今天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诏书：大汗一命，四贝勒皇太极继位。大汗与大贝勒代善、二贝勒阿敏、三贝勒芒古尔泰俱南面座，共议国政，钦此。大汗登位，天命所归，三大贝勒忠心辅佐。多多，听我说，阿济哥还被关着，咱们得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你别拦着我，我要替额娘报仇，是他们逼死额娘的。多多，你不能去，你千万不能去。多多，皇太极，皇太极，我问你，多多，够了你，你在这胡闹什么？我没胡闹，是他们。我要见到他。青木河山无定居，花轿深重。去平